来来来来来来，路人老板发解锁收到啊，940825。昨天呢，我们的须弥啊，狐狸已经差点打成，今天又提供了一个啊，咱们对不对？打成全红发抖，全都是好技能，法爆法连随便打。开局咱们从尾打到头，从头打到尾啊，嗯。来，我们直接啊，直接给我干啊！点击法连，我操！我不服，不可能一本就掉了。这本书我从前从后打都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武帝太强势，给虚弥吓跑了啊！对不对？梦幻西游1000万，又一个老板卖号了。那武帝的话，对不对？快成梦幻西游 top 3了啊！很快就 top 1了啊！好了，老板，再麻烦把昨天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的重新给我发一下啊！你的蜡烛和皮鞭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啊！嗯，老板，你这号孤号就别孤了吧，这号有啥孤的啊？这号孤了还没有你的原身值钱呢啊！上个宝宝一个都没弄上啊！啊，3号就要上架了，行，那简单给你孤一下吧，好吧啊！